各省市的代表面是什么？山西的代表面食是刀削面，人称面食之王，历史悠久，传承少说也得个几百年。山西是面食的宇宙，是面食里的大哥，有面食300多个种类，上百种不同的吃法。刀削面形似柳叶，滑嫩筋道，是中华面食的杰出代表。河南的代表面是河南烩面，作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，豫菜面食的代表，烩面是河南美食的一道金字招牌。烩面的历史也就个50-60年，不比山西刀削面，省外的普及程度也没刀削面高。河南烩面像河南老铁的性格，务实中庸，河南在版图的中间，烩面算不上名菜，也不属于小吃，可它中规中矩，能果腹挡饱，能驱寒暖心。陕西的代表面是油泼面，起源于明朝，是三秦面食的杰出代表，看过老谋子电影的都不陌生。这油泼面是一某最爱，这西北人就爱吃西北面。油泼面还特别像陕西人的性格，这热辣豪放，不拘小节，大碗宽面，重油重辣，吃的时候还得就瓣大蒜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甘肃的代表面兰州牛肉面，注意是兰州牛肉面，不是兰州拉面。兰州拉面是兰州拉面，兰州牛肉面是兰州牛肉面，兰州拉面是青海朋友的，兰州牛肉面才是甘肃的。兰州牛肉面是街边小吃四大门派之一，跟沙县小吃、过桥米线、黄焖鸡并列。这江苏的代表面十三太保得各论各的。南京的代表是皮肚面，这苏州的代表是三虾面，镇江代表是锅盖面，还有常州银丝面、无锡老式面、扬州阳春面、这南通曹公面、淮安长鱼面。这江苏面是果然是内卷之王。河北代表面正宗安徽牛肉板面，注意一共8个字，少一个都不行。有朋友讲话了，河北代表面不该是龙须面吗？两位教授讲的，能代表河北面食的只有正宗安徽牛肉板面，不接受反驳，不接受反驳。